开忙了，这就刚出这儿又围上了，又一圈人啊。舌头还得到家拿，中吗？我给你带着。因为蟹土不能让嚼舌。舌头给去掉。到家就把那拿出来是吧？那你直接给它嘎了不就得了吗？人家用呢。这你懂的，对，你懂的厉害。这是一个人一个令。不是，他这一个地方一个样。对，这话你这得用。没打得完你还。是这个意思吗？对，完这舌子你不用着了啊，用着了，用着别了啊。行，好，拿也好，拿着。哎，你在家弄不怕也不好弄。弄不了，弄不了。下一个，大哥，我知道有这回事。你等啥时候的呀？等一会儿。这个提完了，完之后就打你一个。刚给那个包子给他套一个。哎呀，这肉真好！这样都那个啥呀？这样的都瘦肉呀！领孩子玩去了，我一直玩去了。今儿累着了，家你都没起来，去哪儿呢？上老君顶那块儿。44。老君顶那没啥意思，这中不去了，我得玩一会儿也中。老君顶不用花钱，50，还跟你要钱了。嗯。你提大哥呀，不提也50，提了100。老君宁这还要钱？老君宁这不要钱呢？不要钱啊？那里头多花钱？冰糖玉要钱？多要钱？你要说上北京顶玩去吗？咱不花钱，臭了。你要上文庄领后地玩去，我一分钱我也不跟你要。完了你，我还贴你钱。行，我说背牛顶。人家旅游景区，你家那领后是啥呀？烂的地方。我领后是景点儿。你那啥的？你那深入型景点儿。是不？肘子咋卖的？肘子11，来一个白羊。来一个就行。一个行，来这个。行。这个还有腰牌给我来的啊。我说我。行，我一会儿就给你了啊。45的。那边瞧哈。啊。有这个是这个是啊，要账行，要着肉体啊，不着急不着急，没事。这是早上5点就来了吧？啊，早上5点就来了吧？4点半就到这了。哎呦，你说这就是我妹子要是六个猪栏吧？对啊，那我知道。看，别剁来多少？啊，30斤呢。好嘞。太多的。能给上了我干。外底不要啊。这个。啊，行。够是吧？应该差不多。给五那个。50。平时来咱拿点炒菜的。走，炒菜来多些。来五。那个花肉给我来一根。啊？给我来。哎，等会儿啊。咱们离得近边儿的是吧？我这省级的肉的啊，对对对，好，100，中吗？都给装上这个。是来这些吗？对，我不要外籍啊。好，不要外籍。不要外籍，拿来。微信收款100元。哎，我要这个。哎，不要。那你给我分两份。行。自助五花肉，真好，给100吧。又给我加啥呢？给你添个5块呗，给你添嘎巴，你不干了？下午花儿啊，下午花，中了多少块不要了？都要了，都要了。好，这个猪爪是你的是吧？啊，喂完了那个，这个谁？没事，哪个多点啥了？没了。昨天都你家要，多好，这是猪肉，这猪肉我一吃这个香的。没了。好，160，装俩的是吧？嗯，装啊装。微信收款100元。好啊。
这样呢还有，然后再给我有有第四个，来一个大姐再给我转个袋儿，拿哪去？啊，好，160，对劲。这一块，是我店要多要点瘦的，多要点瘦的，横着拉呗。正拉，要这上边。也行。行吗？微信收款160元。这个多好。行吗？嗯，够没那这些？够了，我完了，我总买呀。啊，50。走，走了。哎，我妹子买的多嘛，一个猪的，俩猪的排骨，给这排骨够了。哎，你别忘了帮我分开。啊。要了俩猪的。要俩猪的。啊。啊。俩猪的排骨，对，俩猪的排骨，全是俩猪的，俩猪的，俩猪的。蹄子猪大，肉还好呢，特意留的，告诉我的是吧？对，杀们全是黑猪。你要给那前朝剥了完了，全的蹄要没了。一会儿就提啊，一会儿就三十五。啊，那一会儿提就提。微信收款45元。这肉卖的也太快了。啊，装上。装上我这个提，你帮我腰吧。好。排骨。也没有别的可腰。俩老排骨。是啊。就是排骨多，是吧？这是排骨。这也是排骨。好。579，我累计了啊！累计在哪儿呢？这个微信收款35元。累计这个啊，好，579，你记一下啊。别弄错了。啊，你问的那是？啊，你问的这是？嗯，这是排骨。还要啥？我来个咖啡。行。哎，稍微等一会儿啊。645。645。嗯，完你帮提溜车上。不用不用，你忙吧，我得自己往车上码。这劲儿你上过来，周总。哦，行，没事，一会儿我拿过来。这是腰着它干是吧？啊，腰着腰纹了，腰着它扣纹。腰扣腰腰腰纹了，18都扣了。哎，好。好，185。这算干了是吧？还有那个那还有这短啊，17块。还有没别的了。那一段是270的那个。嗯，这猪爪，这172。嗯，好，正好1600这个，对吧？嗯嗯。这腰子，那啊，这是270，这是这是270。嗯。啊，那是80。啊啊啊，对吧？1600加上270，加上80，加上350，得了。1600再加350，1950。1950。啊，你再拿几块猪血，背着。那猪血少。没事，那放几天都没事儿啊。四根儿，嗯，稍等一会儿，我说的，还差两根儿，因为你这工资才两根儿，哎。行，你就搁这吧，我自己得买啊，我行，好吧。你要帮我搁几个大的，10块钱的。这个十叠，11块。11块啊。你先放我腰了。哎，要哪一块？这小玩意儿是吧？啊。行，先走着。你先装，等一会儿我还腰别的。行。但是价钱不一样啊。啊。35的，行吗？行。这后秋啊。嗯。我要肩章灌肠都鸡。啊，那我要瘦的，我可换。行，要多少啊？够你的吗？这块不肥吗？肥，我给你去掉。前朝肉这俩的。别太肥了，是吧？前朝，我不要肥的灌肠。行，好不好？灌肠最好了。这块行。拿脚这块也够你的，40。不是没这价，这个多钱斤呢？45的，没调价的那刚才。全是12。啊，45的。给妹子割肉。好。哎，三十块钱呢，我觉得这个挺好的。
好，十斤肉中。行，十斤肉多不？不少啊，可。可不少。好，刚好一百二。五是吧？对。肉多好啊！哎，那棒子。那里头棒子。那个给熊拿出来，一会儿就要了，这还有一百元，这给完了啊，哎，行，来30块钱，来30块钱的，千万别多啊，千万别多，不是这个不能搅吗？你这个，他那都能搅，看你灌啥成子。行了，我上那搅，多点中吗？多7块钱，10块可不多，我把钱都花了，都拿走。收这30的，没有外钱的，啊，外钱的，外钱都没有。光拿这把尖，那就没法卖了。可以了，没事，行，没事，你呀。啊，行，在这拉中吧。这我看都，你看这肉多好瘦，连里脊都带着。皮不要，不要皮，不要我手皮了。好，七十中吧。装上吧，给70。全这是里脊，歇人呢。大哥，好不好？这大棒子这么好，棒骨多少钱呢？啊，这样得12，给100块钱吧。好吧，看你是哪。等我啊，再来一张。再来。要一张。来。转过去。妈妈，有一条不能要了。想咋要？有一条你把它的四肢给砍断。我是觉得瘦的那么拉点不行啊，啊，要那瘦的，光拉瘦的没法卖了，大哥。这怎么卖呀、啊？啊，这样肉啊，12卖。你要多少啊？你刚拉二斤。拉二斤，在这儿拉，这儿拉，是在这儿拉，都瘦的。别烧，别带筋儿的就行。别带筋儿的、啊，那这儿拉吧。行。这个黄瓜条，要这个行吗？行。啊，多点中啊，30的。哎，装上吧。这嘎肉挺好，是吧？大哥，中吗？还减肥？要一嘎瘦的就行，有点用。你这主要是减肥呀，是吧？来，拿肉。再拿，中吗？行吧。行。好，15。来三斤这样的，微信收款，顺着拉吧。给我们来点瘦的，行不？行。这肉多少钱？45。这个12。